莲花朵，今天哲学来教你怎么样看懂感应功能检查报告。第一个 AST 和 ALT， AST 叫做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，也叫做谷草转氨酶， ALT 叫做丙氨酸氨基转移酶，也叫谷丙转氨酶。 ALT 和 AST 升高代表肝细胞有损伤，其中 ALT 更敏感，因为它主要分布在肝细胞的细胞浆内，肝细胞的浓度是外周血液当中浓度的3000倍，如果肝细胞有损伤，它们就会被大量的释放进入血液。而 AST 呢，主要分布在肝细胞的线粒体当中，如果 AST 升高，说明肝脏损伤的程度比较严重，线粒体也破裂了，里面的 AST 被释放出来了。或者的话呢，有些疾病它专门针对肝脏的线粒体，比如说酒精，当出现酒精肝、酒精性肝硬化的时候， AST 的含量会升高。那么在临床当中， AST 和 ALT 升高可见于以下一些疾病：各种急慢性的肝炎、脂肪肝、肝硬化、肝癌、酒精肝、胆囊炎、胆石症等等。如果肝脏损伤不严重，轻度的肝炎，那么以 ALT 升高为主， AST 轻度升高。如果肝脏受损很严重，严重的肝炎、肝硬化，那么 AST 比上 ALT 的比值大于1甚至大于2。第二个，胆红素，胆红素有三个值，分别是总胆红素、直接胆红素和间接胆红素。我们身体当中的胆红素是怎么来的呢？是红细胞被破坏产生的，红细胞的平均寿命是120天，当它的寿命到了以后，它就要被处理掉，红细胞死亡，那么它细胞内的间接胆红素被释放出来了，然后被肝脏摄取和处理，在肝脏它被转变为直接胆红素，然后以胆汁的形式储存在胆囊里面，最后通过胆管进入到12指肠，主要通过大便排出体外，还有少部分被重新吸收了。如果血液当中的胆红素升高，有可能会导致我们的皮肤黏膜、巩膜发黄，我们叫做黄疸。那么黄疸呢，又可以分为3大类，分别是肝前性的、肝性的和肝后性的黄疸。肝前性的黄疸也叫溶血性黄疸，是因为红细胞在短时间之内被大量的破坏产生的溶血，大量的间接胆红素被释放入血，然后超过了肝脏的摄取和处理能力。这个时候如果查血的话呢，总胆红素是升高的，间接胆红素也是升高的，但是直接胆红素是基本上正常的，而肝功能的指标 AST、ALT 等等也是基本正常的。第二种，肝细胞性黄疸，是由于各种原因导致肝脏受损了，这个时候肝脏当中的直接胆红素被释放入血，而肝细胞受损，它处理间接胆红素的能力也下降，所以的话呢，外周血液当中间接胆红素的含量也升高，所以肝细胞性黄疸之后，总胆红素、间接胆红素和直接胆红素都上升，而且肝功能的指标也上升， AST、ALT 很可能也是升高的。第三个呢，叫做梗阻性黄疸，也叫肝后性黄疸。胆汁啊没有办法排泄进入到肠道当中，或者排泄受阻，那么胆管内的压力就比较高，这些已经被处理的直接胆红素它就可能被逆流进入到血液当中去，所以梗阻性黄疸之后，总胆红素水平升高，直接胆红素水平升高，而间接胆红素往往是正常的，是不是听得有点晕呢？回去再看一遍你就明白了，其实很容易搞懂的。第三个，血清碱性磷酸酶 ALP 以及 GAMA 谷氨酰转移酶 GGT， 这两个酶如果升高，也是提示胆道有梗阻，因为这两个酶也是主要通过胆汁排泄的，当出现胆总管结石、胆管癌、胰腺癌等等导致胆管堵塞，这两个酶就很可能升高，而且是非常敏感的指标，尤其是 ALP。 第四个，白蛋白和球蛋白，所有的白蛋白都是经过肝脏合成的，而大部分的球蛋白也是通过肝脏合成的，当出现严重的阴囊不良或者肝细胞受损的时候，我们的肝脏就没有办法合成足够的白蛋白，就会导致白蛋白数量下降，但是的话呢，肝脏受损伤的时候，由于免疫刺激，球蛋白的合成反而是增加的，所以的话呢，就会出现白蛋白与球蛋白的比值小于1，提示肝脏持续性的受到损伤或者损伤比较严重。除了合成白蛋白，肝脏还合成了浅白蛋白、胆碱酯酶，如果肝细胞受损，这两个指标也是下降的。还有肝脏合成了大量的凝血因子，参与止血和凝血的，如果肝脏有问题，肝功能受损的时候，你还可以抽血查一个凝血功能，有时候你会发现凝血功能也是异常的，尤其是一个指标叫做凝血酶原时间 PT， 延长3秒以上提示异常，如果延长的时间超过了4到6秒，说明肝脏损伤非常的严重，往往难以恢复。那么以上讲的呢，是肝功能检查常用的一些指标，大家可以拿出你的肝功能化验单来看看，你的肝功能检查有没有异常，是哪项异常，如果你的转氨酶、白蛋白等等有异常，那么及时的去看医生，他们找一找异常的原因，然后根据你的病因来做进一步的治疗。同时的话呢，也要提醒各位朋友，肝功能正常不代表肝脏没有问题，因为肝脏是一个代偿能力非常强的器官，有一些肿瘤的患者到了肿瘤的很晚期了，这个时候如果去查肝功能还可能是正常的，也就是说肝硬化比较严重，或者的话呢，大部分的肿瘤都已经占据这个肝脏了，只有少部分的肝细胞可以工作，但是这个时候它的肝功能指标居然是正常的。所以除了每年做肝功能的检查，还要做肝脏的 B 超，看看肝脏里面有没有长东西，如果是你是慢性乙肝、丙肝的患者，那么还要定期的复查乙肝2对半、丙肝的相关指标等等。
还有一个指标呢也非常重要，就是甲胎蛋白 AFP， 这个是肝癌相对来讲比较特性的肿瘤标记物。如果 AFP 持续升高，那么要进一步的检查，有可能就有肝脏的肿瘤。好了，希望大家可以了解这样的知识，转发给身边的朋友，关注朋友的人生，每天进步一点点。